水池的底部就是运动整座机关城的动力核心——玄武。要将玄武底下一个阀门打开，才能让干净的水进入，将机关城内毒气净化，墨家弟子们才能获救。月儿，我能做到，相信我。红色开关，我知道了。月儿，我下去了。不要。 真想不到，机关城的安危居然是靠这三个小孩冒着生命危险来扭转的。这些嬴政的走狗，居然装扮成墨家兄弟的模样。前方传消息过来，墨家巨子与各路叛逆首领已经离机关城不出30里。是，卫长大人，必须要阻止他们。 要派人赶在他们之前通知巨子和各路英雄们，这样必须开启漠河的闸门，才能把人送出去。这个人还必须能够穿越中央大厅，冲破伪装赤练那个死而复生的机关怪人，蝙蝠的阻拦。这个似乎有点太难了吧？天底下应该没有人能够挡住他们的联手，能做到这件事，只有一个人。 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道直想要走，没人可以把他留下。赶快关闭闸门！
能做到的，相信我。你不能成为弱者。天明，你醒醒。上不来了，你什么你啊，老头，我已经把水底的机关打开了。嗯，月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从水底游出来，小姑娘呛了几口水，暂时昏过去的。那你怎么没有呛水昏过去啊？月儿，你醒醒！月儿，月儿。月儿，你醒醒啊！太好了，月儿，你终于醒了。小心！不！你打算还要按到几时？这不可能！你这个坏蛋，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！听说你就是偷遍天下无敌手的道王之王，算你还有点见识。如此说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偷不到的东西。那要看对不对我的胃口。不知有件东西你是否感兴趣呢？什么东西？一个人的命。谁的命？你的命。我自己的命，我用得着偷吗？他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。你想要的话，就得从我手上偷走。那你得先证明给我看，这条命是不是你的。那要怎么证明你才能相信呢？怎么样，能偷得到吗？还要再试吗？哼，我服了你了，我长这么大只有一种人我逃不掉。女孩子喜欢上我的话，我跑到天边他们也会死缠着我不放。那你能活到现在可真是值得恭喜的。嘿嘿，我的命自己都管不住，你怎么能掌握？电光神行步。喂，我很久没有被人追过了，你可以试试。
哎呀，你还是不够快呀。看，下面有人！这不是卫昭大人要抓的两个小孩吗？鱼儿，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。天明，你受了很重的伤。嘿，就老头那点力气，给我挠痒痒还差不多。刚才看你流了那么多血，我都急死了。别急别急，刚才我看见鱼儿昏过去，眼睛坏了，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嗯。放箭！不是办法。嘿嘿，这弓弩可真够厉害的。那当然，这可是墨家的至尊武器。你看。飞弓之弩有两道弩槽，可以同时射两支箭。很快，鱼儿，快跑！好玩吗？嗯。快点跑！快点跑！快！快点！快！快！快！想包围我们？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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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住路长，他们跑不掉了！路长，快！看，那里好像有条路。哎！你们自己一边玩去吧。他们也看不见的。算了，不浪费表情了。鱼儿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不会吧，他们居然这么聪明。是你大哥我笨蛋。你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不应该在这里，更不应该听到有人傻乎乎的说什么鱼儿你对我真好。我是说了怎么样啊，除了大叔，月儿对我最好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月儿。天明，你别瞎说了。我没瞎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理你了，老是傻头傻脑的。嗯，月儿，你别生气啊。你笑什么？我现在承认有一个速度我肯定没你快。什么速度？送命的速度。这种时候亏你还笑得出，难怪笑得那么难看。你最好回头看看，或许你的脸色比我更难看。
这种时候亏你还笑得出，难怪笑得这么难看。大爷，我还有要紧的事情，就不陪你玩了。哎呀，白风公子，把这几个墨家的徒子徒孙留给老夫来收拾吧。这个坏老头居然还在蹦跶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